是啊，我也是。只是数字的问题，你看，好，很奇怪。
没有，
OK， 来上课之前呢，来我们要邀请李树来做个表演，不是啊，来你来讲一下，有一些他的一些看法。好，我们起来，没有叫我讲。好，那个就是我们这一周在菩提树下办了一个菩提论坛，那我们想要借由停校学生师生的参与来。增加大家对菩提树这个空间的认识。那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空间，在暑假的时候，校方没有经过学生的代表出席，就自行开了一个会，然后决定那个场地的相关使用办法。那其实就程序上来讲，这其实不符合程序。那因此，我们想要根据这一点，然后请大家签个联署。那向大家向校方表达我们对这个条款在立法上的一个不正义的一个反应的回应，然后让校方知道说学生其实也是很重视菩提树这个空间的使用。是，那所以我这边不要呛，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好，那我这边有联署单，就麻烦等一下大家一起来联署。好，好，谢谢老师。好，其实校园的空间啊，校园空间不应该是由单方面的校方决定啊，应该是由在这边所有的人大家共同去讨论出来，空间要怎么样的规划比较好。那我有去参加他们里面讨论，是不是有同学女同学觉得厕所是不是一个问题？对，厕所为什么是问题？对，为什么四楼有两间男厕，只有一间女厕？难道女生人数比较少吗？没有啊，我们看学校女性别的人数就知道，不一定。那你们会觉得走过哪个地方会觉得暗暗黑黑、害怕的？哪个地方？晚上每个地方都是，是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问题哦。还有觉得哪个地方空间真的很浪费的？哪里？校长室。车马会。垃圾场。拖车场。好，不管如何，就空间是我们活动的地方，所以空间设计非常非常重要。你像我们这样子的空间设计，基本上就是一个老师站在台上，同学没有办法互相之间互动，然后呢老师也很少，也很难有机会跟大家互动，这个就是空间设计会造成的问题。空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所以不管如何，空间谁有权利讲话，应该是同学们，大家
都有权利讲话啊。好，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我们学校的那个两尊什么？两尊铜像，对，摆在那边被人家泼漆，你知道吗？啊，对对对，被泼漆。那这个代表了什么意思哈？好 ，OK， 来，我们继续回到社会化。社会化有很多机构在社会化大家。我们上礼拜讲的是家庭，这个礼拜讲的是教育。教育，各位同学看到这张表，知道说我们同学们，我们这里面台湾中正大学的同学们，大部分的家庭爸爸的教育程度都比较高，都比较高。然后呢，他们的职业声望也都不错，也都不错。就做，换言之，教育程度越高，你职业声望就越好，这个是不用质疑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社会学怎么去看教育，社会学怎么看教育？大家都觉得教育很重要哈，教育是我们社会流动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包括连内森曼德拉他都这么认为，真的是这样子吗？啊，回到一个社会学基本概念，来同学说一下，社会学基本概念就是你们现在的情况是过去社会造成的结果。好，所以意思是什么？你们现在能够坐在这个中山大学这边，不是你从真空中就跳进来的，是你过去18年来的结果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是社会学基本概念哦，这个概念跟上一堂课讲的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人为的，没有那个自然的东西，观念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人类去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们现在的情况是人类去创造出来的。好，所以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过去造成社会造成的，所以呢个人的就是社会的。有些人说我的个人的教育烦恼其实跟社会有关的，同学你们会不会担心毕业以后就业？会啊。会有举手？一点都不会有举手。北中最厉害了，来，你一点都不会担心，为什么？有什么担心的，对不对？传到才有饭吃，对不对？啊，为什么是大几乎，不要说几乎，就全部的同学都担心，为什么？到底在担心什么？啊，那个，我们看一下，是找第14组的同学，14组，那个马来西亚的同学，哎，马来西亚，来，你们担不担心毕业了就业？不会嘛，对不对？真的不会吗？看个人吧。看个人。啊，你的个人不是社会的吗？来，你不担心还是担心？一半一半哈，哪一半担心，哪一半不担心？啊，讲一下，鼻子以上还是左半边右半边？中间吧。啊？在马来西亚就业情况怎么样？好不好？现在，哎，我叫你回答，你干嘛？把麦克风拿着啊。他的音量够。好了。不清楚。不清楚，你不清楚。那既然不清楚，你为什么觉得你会担心呢？所以才会说一半一半。好，那你要告诉我哪一半嘛？应该是会吧。应该是会。你是念哪一科系的？机电系。机电系啊，机电系在毕业要做什么工作？一般上来讲应该工程师吧，就是要看招货吧。工程师，除了工程师还可以做什么？技术人员。还有呢？你觉得技术人员跟那个做黑手的那种实际修理技术的那种的比起来？普通而已。
啊？政府跟环境不同而已。对啊，技术呢？嗯，你是说黑手吗？啊，对啊，是。一个是属于比较专业，一个是属于实际的行动。啊，对啊，那个你觉得你去工作需要用到你？啊？你去工作的时候，你需要用到物理化学的东西吗？很难说。啊，真的？要看你就业哪一个职。哎，比如像哪个会需要用到？不清楚哎，这是不清楚。这样就是不清楚，你知道那个。好，所以难怪还有烦恼，跟社会为什么有关？好，然后呢，同学，你们这边，你们觉得你们高中很不认真的举，很不认真，非常不认真的举手，非常不认真。来，多不认真啊！多不认真啊！这位女同学，你多不认真？打混摸鱼毕业。打混摸鱼毕业，你有没有去上学？有。有没有上课？有。啊，没有啊。隔壁的呢？有。之前没有毕业证书。之前没有毕业证书。补修才拿到。啊，补修才拿到，是因为什么补修才拿到？因为我都呛老师。呛老师跟翘课是两回事，好吗？翘课在外家。啊，翘课在家，呛老师。多呛多长效？不爽就不去了哈。啊，你在不爽不去，你要在做什么？跟外面的同学聊天。聊天。去哪里买东西？校外买东西，然后呢？去实验室。好，那这样子，这样子情况很多吗？每天吗？一个星期一次。一个星期一次，有没有说礼拜几？礼拜四早上。礼拜三。礼拜四早上。好，同学，你也说你很混，多混，来讲一下，有没有他这么混？高一高，啊，高三呢？高三学生的，啊，你高三有没有这样子翘？你高三上翘，啊，所以原来本来是台大的，是不是？好，啊，所以你高三认真，啊，那么刚才同学说，举手来，很混的，来，你怎么混混法？每天都睡觉，跟现在不是一样吗？你看那边睡觉睡成那个样子，然后呢？什么校牌一千多米？高三，一直好啊。然后呢？然后怎么考上大学的？啊？考试考啊？试考之前都不念书吗？都没念，一个字都没念，你就闭上眼睛去考了。所以你学习吧，告诉我，来告诉他们两个一下。如果可以睡眠学习法，然后就考上了，闭上眼睛就考上了。大学不太一样。高中里面要不要背东西啊？要花力气背嘛，对不对？有没有？那难道人伟是过目不忘吗？看过去你就会了吗？你之前是在哪个学校？啊？不是啊，我不管你念哪个高中啊，我说你转学过来中正，对，而且闭上眼睛考上中正的。历史考的不错，你有念历史吗？啊，对嘛，你看嘛，还是要念几个月嘛，哪有说可能说你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混的，就是考上了啊！还有谁说你很混的？都混，来，有没有他们混？绝对没有，来，有不要混的举手，来，都混。高中那就考上大学了呢？你也不知道，那大学的那个入学考试的那个数学，你怎么解题的？什么东西？函数，啊，函数要解半个小时，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两个小时解了四题吗？解一题或二题，还是说？啊，前的两道题你都选对了，那你数学考几分？那也，你要200分考100分，那不就是已经对了一半的？
你这个系统太神奇了吧！随便填一填你就可以上个。那是什么学校？我也要去考。日本留学生考大学。所以你是在日本考的？是日本考日本的大学？那日本是哪个大学？交流过来的，交换过来的。立命馆啊，立命馆。好。所以在这里多久了？在日本四年了。好 ，OK， 立命馆大学。同学，你看一看日本是不是大学程度很差？不是，我不说你了。我不说你啊，我说，哎，为什么在写一写就可以考得上一百分？好，还有没有更混的？有没有更混的？来讲一下，比刚才这几个同学更混的，就说翘课，每天翘课。那、你最后几个月有没有在读书啊？韩语都没有，所以你本来是台大的没有，那都没读书，这样就考上了，跟他一样，都没读，那考试怎么考？他考试怎么考？跟他一样闭上眼睛。好，不管如何，不可能，你们不可能不读书就考上这边的，你们即使想不读书。你爸爸妈妈会不会稍微注意一下你们？来，你爸妈知不知道你翘课？不知道嘛，对不对？你不敢让他知道嘛，对不对？知道会怎样？好的戏掉啊！啊，你呢？你爸妈知道吗？知道。然后呢？习惯。你爸妈习惯是哇，天哪！好，他心凉的习惯了，真的是，真的习惯了。然后来，他会常被学校叫去吗？啊、你们到底是什么学校啊？对啊，成功高中啊，好吧，成功高中，像我以前记得那边成功高中是最乖的学生呢、啊。哪有？什么意思？大家都从后门跑过去隔壁的台北商专吗？台北商业技术学校。好 ，OK OK， 成功高中，不管如何，我们的。你的教育成就其实跟社会有关的，你们现在能够坐在这边，或者说你考上这大学，你像这个同学你考上了立命馆，同学在笑什么呢？笑这么开心，滑手机不要滑得太夸张啊，然后我看到你在一直笑一笑。你立命馆在那边多久了？四年了，一年多。哎，你不说你大四了吗？你说在日本四年啊，在日本四年，那你是跟着爸妈出去的吗？跟着爸妈出去的。好 ，OK。所以你看，你的教育成就是跟着你家庭、跟着你爸爸妈妈的。像，假如你爸爸妈妈不去日本，你在中国国内会考上哪里呢？三本大学。哪三本？三本大学。哎，三本大学哪三本？一本、两本、三本。好，所以。家庭跟我们的教育成就跟我们的教育很有关系，你的教育刚才看到了爸爸妈妈的教育就会影响到他的职业他的就业，这个很清楚，所以你个人的也就是社会的，所以就是这一张，下面这张，来，各位能够坐在这边跟家长高度相关的主要是两个哈，一个是家长的教育背景，一个是家长的职业声望，这两个都会影响到你们，或者说哪些人可以坐在这边听很有趣的社会学的课，或者是哪些人就不得不被排除出去，没有办法坐在这边，都跟家长的这两个背景有关系。刚才已经做简单的调查了，好，那你看一下这一个影片哈、哦，这个应该大家有的看过了，
に浮かんだことをそのまま書けばいいんだからね。广告，也就对于所谓的自闭儿的一个公益广告。好，我要看的不是说叫你们去鼓励自闭，然后鼓励人自闭哈，而是要你们去讨论这样子的问题。来问一下，片中家庭的阶级背景大概是怎么样？不错的家庭，中产阶级，还有呢？有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劳工阶级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人认为他是劳工阶级。假如您想一想，假如是劳工阶级的家庭，碰到这个小孩子，他会怎么处理？打骂。打骂，还有嘞？放生，还有嘞？什么？跟他一起画。会跟他一起花的，我看大概就是非常有钱有闲的阶级哈、哦。为什么他画那镜要花多少的蜡笔啊？而且只画黑色的，你有可能去买只有买黑色的蜡笔吗？有吗？就只卖黑色蜡笔？好，也是啦，要花多少支？要花多少纸？所以我们就猜这个家庭背景是大概是怎么样的哈、哦。所以一样的，就假如是小孩子家长是比较穷的人，他们怎么面对？刚才说有人打骂，还有嘞，跟他一起画，还有嘞，还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可能就根本不用画了，因为根本不会买笔给他嘛，对不对？也不会买那个纸张给他嘛。好，意思刚才这个意思要跟各位讲的是，家庭的教育跟阶级是有关系的。刚才看到的影片，那个家庭对于小孩子教育，就是非常符合我们对中产阶级的想象，要爱、关心、鼓励他去发展他的想象力。劳工阶级就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法。哪个好，哪个不好？大家一定觉得中产阶级比较好，对不对？好，其实没有那么一定。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阶级它不只是透过金钱来把金钱传递给下一代，它会传递很多文化概念给下一代。那至于说家庭，就教育底下家庭之外，还有一个学校教育。那学校教育到底是在降低社会不平等，还是在增加社会不平等？基本上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减轻，一种认为根本没作用，都是家庭影响，听懂意思吗？就你不管念哪个学校了，反正家庭最后决定了你未来的一切。第三种就是教育根本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帮凶，
他就在复制既有的社会不平等。那我先问一下同学啊，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教育是哪一种？我们当常看到报纸上写说啊，要帮助一些原住民小孩子脱贫，要帮助一些人能够翻身，教育是最好的途径，而且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常听到这个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就有这三种说法了，说教育好像也没那么伟大，甚至还更恶劣，它就是在复制社会的不平等。那你们觉得呢？你觉得是第一个可以减轻社会不平等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而已。来，觉得你学校再怎么教都没有用啊，反正学家庭比较重要的举手，家庭比较重要的一，都一个，这一个，这一个。好，觉得它根本就是不平等帮凶，复制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的举手，复制了。2、4、6、8、10、12、16。好，这么多都认为。来，这边那个第六组的同学，来穿紫色衣服的同学，你觉得复制不平等，为什么呢？哇，怎么突然间空气解冻了？突然变得非常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觉得为什么呢？嗯哼，家庭比较不好的，就比较难进入到比较好的学校，所以社会不平等就再继续生，继续再生产下去。好，还有其他理由的？哎，那个赞成会减轻不平等的那个，这边那个，这个同学，第12组。但是你举手，哎，为什么觉得可以减轻？根据你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社会没有那么不公平，然后家庭即使家里收入不是很高，但是呢去上学让你很快乐，可以吸收到很多同学的想法，然后老师又教得很好，看得比较多。好， OK， 这个都有人证明说可能有可能没有。来，各位看一下这资料，有一种说法是说学校对于学生成就的影响根本没有，它就只是反映了家庭背景的差异而已。所以你们的教育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反映了你们家庭跟其他那些念高职毕业的家庭差异而已，跟学校没有关系，跟学校没有关系。所以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干嘛办教育啊？是不是？他去学校你自己去，你家庭自己去想办法就好了。那为什么要办国民教育，而且要搬到12年的义务国民教育？对啊，那12年义务国民教育又不能减轻不平等，那这样干嘛要做？就直接你自己每个人都是私立小学就好了。好，这是一个1966年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再去做调查，然后呢有一个新的发现，他认为说啊，其实你小孩子认知能力好坏重点是在于他父母是谁，跟他父母为他做了什么没有关系。
所以刚才这位同学搞不好你的认知能力提高不是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做了什么，因为你爸爸妈妈不能为你做什么，而是因为你爸爸妈妈是谁。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做了几个调查，说你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帮你做的一些事情，哪个东西真的有效，哪个东西没效？来，各位看一下，这是在美国的研究，跟台湾不一定会一样。各位看一下，跟你将来你现在的认知能力，或者说小孩子认知能力高或低有关的，第一个就是爸爸妈妈的教育程度有关系。所以各位的教育程度，爸爸妈妈教育程度都非常高。第二个，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很有影响，所以你爸爸妈妈的那个职业声望是不是也很高？第三个，你妈妈在生你的时候，啊，在生第一胎的时候是30岁以上，啊，好，有没有爸爸妈妈生你已经超过30岁的举手？超过30岁的，一二三四五六，不，低于30岁举手，低于30岁的，啊，大部分举手，超过40岁举手。有没有？没有。好，我们现在一个老师34岁生第一胎，好。第二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体重偏低，所以他的认知能力也会变比较好。人伟，你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你的小出生的时候是在保温箱长大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哎，孩子你都看不出来你是保温箱出来的。好，反正是他们的美国的统计是这样子哈。第五个，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说英语，说英语。啊，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跟你说英语的举手，有没有？好，因为在美国很多家庭是不讲英语的，他讲西班牙语、讲华语、讲越南语、讲什么日语。OK， 所以显然这是在美国。另外一个是，假如这个小孩是领养的这个小孩子，他认知能力会特别好，还是异性恋领养还是同性恋领养的，这个没关系哈。另外一个是，爸爸妈妈有没有参加家长会？来，爸爸妈妈有参加家长会的举手，有参加家长会的，没有参加过的举手，没有参加过的举手。好，所以大概一半一半。所以还有一个有影响的是家里有很多书，家里有很多书。好，你家里没有半本书的举手，没有半本书的，家里的书当然不算，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你自己买一堆书的，一个只有一个而已。好，家里觉得有很多书的举手。哎，果然吧，你看吧，果然看吧，真的，这一点可能很重要。家里有很多书，至于说书会不会读，这是另外一回事哈。好 ，OK， 但是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都会帮我们做很多事，对不对？做什么事情其实跟他的认知能力没关系的。回去你就知道，第一个，家庭关系亲密，很亲密或不亲密其实没什么关系。像有些家庭的爸爸出外工作两三年。没关系。第二个，搬到比较好的社区，比如像搬到台北市大安区，会不会就认知能力比较好？好像没关系。第三个，妈妈在小孩子出生后到上幼稚园之前没有上班，也就是现在讲的，我们尽量啊，要照自己照顾小孩子，把小孩子照顾好，照顾他上幼稚园以后，那我再上班，这个也没有关系。所以你把小孩子丢给托儿所、托给托育所，妈妈自己去上班，这个也没影响。小孩子有没有参加过学前辅导，也没关系。来，同学，你这里上过幼稚园的举手，上过幼稚园的，没有上过的举手。哎，啊，这幼稚园好像很重要哈、哦，大家上过，好，不管。爸爸妈妈会定期带小孩子上博物馆的，或美术馆的，或什么馆的，定期大概定期啊，就可能一个月一次啊，对不对？来，你爸爸妈妈有大概定期，比如像说一个月、两个月或半年带你们去博物馆或美术馆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这四个啊，不定期的举手，不定期的啊，从没有带过的举手，从没带过的啊，从没带过是您怎么去的？自己去啊，在后面呢，跟同学啊，你怎么去？要去自己去，自己去还是跟同学去？都有都有啊，你跟同学去，为什么去哪些地方？故宫、历史博物馆，办展的话，北美馆、希腊展，好 ，OK。但是你会看电影展吗？金马奖展？啊什么？那一场我没有跟到。没跟到，哈哈。OK， 那一场没跟到。好，所以这个没影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小孩子常挨打。挨打，你被打得越凶的话，你政治能力会不会越低？还是越高？其实没影响。没有被爸爸妈妈打过的举手。没有被爸爸妈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五个。啊，你被爸爸妈妈打得很凶，你就是家暴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同学，你觉得被打到是家暴多严重啊？对啊。关在阳台，不让进去里面吃饭。挑食就关阳台，好恐怖哦！好，刚才还有谁觉得被打到身家暴的？举手一下。那你觉得多严重？裤子一带掉出来。哇！哈哈哈哈哈！几岁？七八岁。七八岁被皮带吊起来。然后呢？然后就拿你一边，还是正的。只可以证明你常挨打，不代表你认知能力会变差哦。好，不过我们小时候常挨打，反正没有几乎都被打过嘛，对不对？只是打到像家暴的样子的话，大概比例现在到你这一代大概不会太多了啦，大概不会太多了。好，另外一个是说，小孩子常常看电视不会影响他的认知发展，所以。有，因为看电视跟爸爸妈妈吵架的举手，当然有啊，从没有吵过架的举手，看电视从没吵过架的，一、二、三，同学同学来，啊，你爸爸妈妈不会阻止你看电视，对不对？哈哈，像你不是只有一台电视，你是说你爱看哪一台就看哪一台。好，看电视，小时候我们爸妈都会常常禁止我们看电视，因为觉得啊，一看就两个小时，都不念书，基本影响了五年不念到大学了哈。OK， 最后一点是。爸爸妈妈天天念书给小孩听，念书给小孩听，很辛苦，可是真的有人做啊。我的一个中研院的同一个中研院的朋友，他每天念，像念什么《白经记》，念，怎么那个太高深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念诗给他听。啊，我应该把这寄给他看的，说这个没有用。你爸爸妈妈有念书给你听的举手，有念过书给你听的举手，我看比例有多少？一、二、三、四、五。来，同学念什么书给你听？什么故事书？你还记得什么故事书吗？中国民间传奇故事。好，啊，你爸妈念什么书？什么？念什么？圣经。你妈妈念圣经给你听，哇，难怪。好 ，OK， 啊，后面同学，你爸妈念什么书给你听？童话故事。童话故事像什么童话故事？三只小猪。什么？三只小猪。三只小猪。隔壁的同学来。绘本哈，绘本很流行，对不对？爸爸，你没有看过绘本的举手，没有看过绘本的举手，都看过吗？还有没有看同学你爸妈有念给你听的？还有谁？啊，那背三字经，那是背反而不是念给你。他每天念，然后念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有没有念道德经给你听的？好 ，OK， 这个部分跟认知没关系哦。那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美国的调查结果，跟台湾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呢，这是认为，但是还是有人认为说，学校还是可以减轻社会不平等，还是可能。刚才我讲说这个其实没影响嘛，都跟爸妈有关嘛。可是有人认为是这个样子哦，雨夏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图，小孩子，那其实他们家庭背景好的，他的认知能力可能阅读能力可能比较好一点，比家庭背景不好的，那家庭背景有影响。但是只要他在就学期间，他们两个差距有没有变化？没变化。可是假如放暑假是不是差距就开始变大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没有说家庭确实是造成了差距，但是有上学差距不会扩大，一没上学差距就扩大了。所以小学这边再过了一个暑假，是不是在扩大？那扩大到小学六年级、七年级，是不是就变得几乎没有办法回来了？所以他们说，其实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应该有暑休课，对不对？我们有寒假课程，免得家庭教育被家庭背景不一样的人，他们这个差距会继续扩大。所以用这里来证明说，学校教育还是可以减轻不平等。好，这是另外一个研究的结果是这样子。那另外有一个研究，在美国的研究是这样子，他说这个环境好的家庭的小孩子，他的认知能力高，另外一个家庭环境跟社区很差，他的认知能力低。可是假如他们进，那他们通常是这样子，美国大概都是私立学校好，公立学校不好，所以念私立学校的，他的就所谓的品质好的学校，念私立学校是品质好，公立学校就不好。但是他们研究出来说，小孩子原本认知差距这么大，但一进到学校之后，即使念怎么差的学校，那这个念多好的学校，它中间的差距会缩小。换言之，假如不透过学校来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原来的差距会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学校还是可以减轻不平等，学校还是可以减轻不平等。好，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对不对？另外一种说，学校到底会更严重还是更不严重我们的社会不平等，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学校可以改善。来，接下来我们看，真的吗？有第三种说法。同学，这是什么物件？好，同学不要讲，到了同学，这是什么东西？黄埔学校的什么？校训。好，马来西亚同学，这什么东东？看吧，哎，美国同学不见了。好，接下来美国同学跑哪里去了？